超派铁拳。我们今天去哪？超派。这两天超哥他们打架事件，每天我都看到，忍不住想要去试一下他们的动漫。哎，今天很冷哎，确定要去吗？因为你知道刚好是寒流来袭，10度，刚好都6度哎，超冷的。真的假的？6度还要上班拍片？我们做自媒体没有在放假的，什么时候要拍片？是上班日。你去过网红拍的片吗？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没去过。是不是网红不太喜欢去其他网红？是那种仇恨心态就不想让步。屁啦，才不是！你看这照片，太高了。今天这么冷，那你家可以请吃饭吗？不过拍的照当然。排队的人太多，到这里已经是6:30起点了。超哥的店在前面消失了。人还蛮多的，这些人是真的要来吃，还是来凑流量？凑热闹的哦。它有这个四色海鲜、520冻、和牛海陆冻、超大龟，也是来蹭流量的。我来吃饭。走过来，前面大概排了20-30分钟，到底等吃的是哪一个？卖这种价钱，超哥的名气占多少钱？已经排了15分钟了，现在还没开始，而且今天是8-9度，我又穿得很少。忍耐不住的话，我们就对去对面的 Seven 去买个便当吃就好了。当个网红，不要放过一个有流量的机会。现在就是在唱。已经有登记到98号了，后面的客人可能要等明天了。要排队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做到这个时候已经是8:09，师傅他每天是要休息时间。OK， 哦，就是说是现在是排外带的，现在都是排内的。内用的已经没有位置。那现在只能外带。哇，还有暖暖包耶！今天是无缘吃到了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好可惜哦，排太久，而且很冷，去吃 Seven 就好了。